那在今天，我们要对于照见五蕴皆空做一点小小的整理。所谓众生呢，是生活在人事物当中，也就是天地之中嘛，所以人跟人相处之间，难免会产生事件。那在断际禅师的《传心法要》里面呢？他有讲到，于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也就是如果没有智慧的愚痴凡夫，我们总是要少点事，就是不要发生太多事情，那最好这个事与我无关，应该较轻盈的就较轻盈，这种啊就是。除事不除心，当有冲突发生的时候，只想让冲突的这个在场的这些是非不现。比如有一个人，你跟他吵架，你就希望不要见到他，你不会要去处理这件事，让他同存，你同存，你是想除掉这件事，也就是有一方不在。那么就不会有这件事，所以他不走，我走；如果他走，我就可以不用走。这个就是凡夫啊。那这个智者除心不除事，也就是智者知道这是我们的意识心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们应该整理这中间的差异，找到它正确的道理。所以，把心里的这个症结给化解之后，这件事也就得到了妥善的这种处理方式，所以还是会圆满它。那如果说我们是渔夫就是渔夫的话，总是走到哪里躲到哪里，这个地方有问题就换个场子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365天哇，这里一头鸡啊，这个听过嘛啊？吃尾牙的时候都不用吃啊，所以这个就是厨师没有办法稳定的在某一种环境当中有一种提升。那智者除心不除事，也就是他能够从。万事中呢，借事练心，然后这个智慧激发出来，处理的能力也自然能够越来越饱和。这个菩萨呢，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这个舍，并不是说这个菩萨就当着无影人一样，这个事也不用做啦，然后也无心，那根本就叫幽魂。菩萨不是，他是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也就是他该做的事情，他都会去做。那这里面呢，事与理都是一样，是很妙的，但一样是实相，是空的，所以他不贪着，这是菩萨。那一看之后，当然我们就知道。如果哪一天你想啊，闪闪闪躲躲躲，那大概就第一种人。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难免会有一些状态。那这些状态的世间里行住坐卧，有一些是要暂时保持一个距离，那是没有错，但并不是所谓弃离。气力就永远，也就是卡在那里，就是永远那个样子，破掉了，就是破局，那就永远无法修复。那么，冤亲债主上面添个名，以后啊，来生来世再多忏，就这样。好，然后谈到这个舍啊，就是有三种不同层次。
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着，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这是菩萨做得到的，内外身心呢，你都不会有执着。那这个智慧当然与实况一切随即现前，那这个上面也不会执着于自己所做的有对象没对象这件事情的这种记恨。这个时候随方应物，随你所到之处，在在处处都能够自由自在，这无障碍的。这个是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这是我们的超高理想。那我们可能一下之间是办不到的，如果能办到的话，那岂是凡夫啊，那已经是圣哲啊，圣人了。那这个可能是法身大士才办得到的。那我们就是在学者中舍吧。中舍是一边行道不得，一边悬舍，也就是还有那个一念的觉观，可能还在警测自己啊，不要掉进去，不要掉进去。那所有一切里面啊，慈悲喜，然后在一个次第是舍，所以对于一切无希望心，视为中舍。那如果我们习气使然呢，在所有一切里面呢，也知道应该要这个修善啊，那也知道要开发潜能智慧，然后呢广修众善，但有所希望。这个希望修行人倒不见得会要求别人来回馈，倒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行善啊，或是在这上面的体悟，有了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味。我们不要讲执着哈，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观察，然后一些些自我评估，或是在这里面对于自己与自己的前迹，就是前面呢、做一点小小的比对啦，来看到自己是不是比过去更长进一点，这个一定是会有的。有的人呢，修行多年之后，对于自己在某一些过去耐不了的诱惑，而现今呢，可以如如不动，就光这个点就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安慰。这些安慰需不需要？如果这些安慰都不需要，而且告诉你是错，我看也修不下去。因为人需要去肯定自己，我这一步踏上去是不是踏了另外一个阶啊，对不对？所以这是过程，这是过程。闻法之空，这个上面呢，听闻佛法之道，其实就不会永远存在，而且所有的一切不断不断在现前，所有的人事物结构啊，不断不断在现前，你不能老是停留在刚刚的那个喜悦中，那这样精神有问题啊。所以呢，睡乃不着，所以这个时候才知道要进入现况中，你不能在过去。那进入现况中，当然过去的经验值也就消化掉了，这个是不着，这个是叫小舍。那有一些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可舍，有些东西不可舍，不是佛教我们什么东西要抓什么东西不抓，而是在初学的时候我们要舍这种恶业的造作，不可舍正知见，是不是这样？其实那个是叫短暂的熏修期，那个是一个熏修期，因为我们体未变啊，我们体还没有变，只能从表象上面的行为来自我肯定嘛，然后在心中的意愿，就看到自己的意愿是不是比以前
善良一点，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人或是一件冲突的事，内心没有起对打的状态，或没有起诅咒的恶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取的是善，而舍的是恶，这个修行一定会有的。如果这一点都没有的话，那么善恶就不明了。那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端在行为上面，端在行为上面去看到自己的进步与否，而是再细一点的去看到自己所谓内心对于超高标准的追求，以及对于与自己理想不合的这些众生或是想法的那种圈圈。那这个时候呢，你到底要取什么舍什么？其实要告诉自己通通都舍掉也是难的。老师说，如果通通都舍掉，那你除非进入到这个大事一般，否则你可能在这上面就是会有一种恍惚虚幻，对于到底什么是对，到底什么是错，我应该坚持吗？那这个价值跟这个内心的这个清净啊，还是我这个法门，我该坚持吗？我该使用吗？所以修行的这个舍，这个舍跟取当中，是一直到你得毕竟解脱之前都会有的。有的人呢，通通舍，通通舍啊，然后舍到坐也不坐了啊，坐也不坐了，动也不能动了，那个不叫舍，那个是着在假象的一种空，偏空。那我们这里谈到的不管是大舍、中舍、小舍，所谈的基础论点都是有在修，有在行，是对于他最后的答案体解的部分能够不执着。这里的定义是这样的。那刚刚补述的部分是要让同学厘清为什么需要一门深入，为什么你需要有入佛之知见，为什么在修行里面有入住出，那个是个过程。就讲到说，我们呢，如果自己停留在某一种境界，那这个境界一定是所谓好的才叫境界，不好的就是停留在某一种业习了。如果停留在某一种境界，然后自己住在境界相当的安稳，它是内心的清安呢，还是环境里面的所谓优渥一点满自己意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暂时的极乐世界。那这些东西啊，都是所谓云梯。我用云梯，就是说你原来一步一步往上走，那走到某一种状态之下，已经没有再障碍你了。事实上就是好像你踏上了一个阶梯，但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空泛不实际。你如果停留在那一小段之后，你会发现你与世间的所有有一个距离感。那这个距离感介于你跟世界当中，这个时候你就要舍掉，你就要舍掉你这个境界。你只要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到你能不能处处自在，就是跑到火车站跟那个最臭的厕所，甚至于你进入这个不净观，也就是你看到负面污秽的这些的时候，你如何再取读世界。那这个上面就让你能够避免进入到一种就是假想的这种乐着的情形。这只是给同学一点
小小的建议。那我们修行的过程其实会进入到这种境界，声闻尘是最容易进入的。就是像出家修行的人，他环境上有了一些隔离，那工作上面也有单纯化，不会再为五斗米啊去朝九晚五啊去操作，对不对？非常容易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这个境界会让自己越走越深山，越来越清修。那这上面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答案。那在谈到这个大舍、中舍、小舍，这个大德断际禅师他有解释，他说大舍如火烛在前，更无迷雾，就是像火，这个火烛就是在你的前面，所以你看什么东西都很明白。中舍如火烛在旁，或明或暗。中舍的话就是火烛在旁，你必须要有一些发生了，有一些动荡了之后，你才知道要照破它。所以如火烛在旁，或明或暗，有时候会有角度的问题，有时候明确，有时候不明确。小舍如火烛在后，不见坑井。如火烛放在后面，都自己前面造作了一堆啊，那才知道哎呦，光亮从后面传出来，回光返照，还回头去。所以我们常常讲回光返照，就是表示什么？我们只有非常小的烛光放在后面，所以才必须回光返照，真的不得已啊。但是不回更麻烦，一路这个轮回而去，对不对？错了方向。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当下觉照觉照，那当然就是大舍。那恍惚一念现前，然后再来惭愧一下，马上随即能舍，那就不错，叫中舍，对不对？那回呀、回呀，每天叫着要回家，好久才回去，这个就是要加紧用功。他说故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这个舍呢，有涉及到时间的观念。他说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有的人能够舍过去，不能舍未来。也就是过去了不可得，反正都是一塌糊涂的失败，又何必记得。但是对于未来有很高的期待，那个叫做舍过去。那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舍。修行啊，其实在哪里舍最重要？现在舍最重要。但是人为什么会有习气？是过去不能舍。人为什么有好多的贪婪心？是因为未来创造了一个未来的想法。所以他讲到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所谓三世俱舍，你在时间点三世俱舍。但修行人他会发现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现在跟未来当中他有一个抉择。比如你过去的负面的所有的记忆，你过去负面所有的记忆会产生到内心自我定位。自我定位要定到过去呢，你就会悲慢；要定到未来呢，你就会有妄想。那当过去的这些种子是都在啊，这些种子的东西，你要如何把它转，把它转这个体，那就是我们上次讲照见五蕴皆空的行运的部分。那你要知道这个行运内心一定是有个东西它在自我解读，那解读之后你要舍，你解读完之后你要发现这是舍过去，这是过去舍。当每一个过去舍回到现在，它是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转这个体，对于过去你要通通舍，
而对于未来没期待。你没有期待，并不是进入到一种空茫，那我下一步怎么办？不是，而是所有现前的现在，现前的现在全部安住在清净中，而如火烛在前，现在要如火烛在前。那你有空闲的时候啊，你有空闲的时候，过去的东西它会不断涌现，你一定要过去舍。那过去舍没有办法通通一并舍，你就要一一解破，解析完，解析完之后舍最后解析的答案，因为最后解析的答案还是属于觉性在觉自己而已，它没有回到无是非，也就是能跟所都有在，你还要在能跟所当中通通是用法门把它空掉，这样子它才是完成的。那对于未来的这件事情，一般人对于未来一定有一个超高理想，如果没有未来，我们一般来讲啊，人是活在某一种陷阱里面，如果没有未来，生命现在就没有动能，你要改变这种想法，你要改变这个想法，是明天一定是光明的啊，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要存在而有拿得到这个光明，这是一个对未来很不可丢的期待心。我这样说，同学，你可能还没有办法认同，但是我们修行。在修行过程，我们是界定会解脱，对不对？解脱之后才有解脱之见。你界定会当中先摆了未来的之见，就不会解脱，他就不会解脱，因为他会陷入意识当中，他不是用形式，就是语言文字的形式储存，要不就是用一种无形的那种动能去储存它。所以当你要切断过去现在未来啊，就是这个事，其实这个地方还是在谈到色受想行识的事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事要修行，要转这个，要把它先都完全化空，这个时候对未来是不可以有的，对未来不可以有。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对未来有的一种存在，你就没有办法回到真正自己完整的觉性当中。那这个完整的觉性其实就是你本来的面目，也就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如离体。那进入了之后，所有的未来才现前，而不是你想象现前的时候现前。我现在谈到这个是要告诉同学，未来敬未来记，我们常常说哦，发愿敬未来记，对不对？这是在发愿的过程，可是实践的过程，愿望是为了遥望于我们杂染的东西，愿望是遥望于我们杂染的东西，就杂染的世间欲望。所以我们用一个自我期许的愿望敬未来记，好，我要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是假设说。如果你这个事转完之后，这个时间的想法，时间跟空间是凡夫才有的，时间空间的概念是凡夫执着才有的。那你我们现在不，我们不能抬杠哦。你不能跟我说啊，现在哪个大德，我约他八点半吃饭，难道他不用八点半到吗？我们不要抬杠哈、哦，知道意思？现在意思是说，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存在凡夫的概念里面，它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约束，跟期待心，跟伤痕。对过去而言是伤痕，对未来而言，它有一个时间的期待。对于现在来讲，它有一种压迫，
所以你要修行的时候，未来心不好舍，过去心是因为我们习气，习气，未来心是因为我们期待，对不对？那你说有些情形，我们必须创造未来，让自己的现在精进，是不是会这样？这个是办法，它不是答案，它是办法。因为你本来是沉溺在自己现在的杂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这个，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创造一个是来换另外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来换另外一个是，其实都是是呢，都是是。你过去的是要破，那你未来的事不要放，才是清净。我尽可能说，同学是这样做的。那你说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对于自我期许，这个期许一般来讲，用经论来验证比较好，用自我的期许来期许比较危险。用经论来验证，比如你用经论来验证，你修行到这个的时候，你要看到它模糊跟障碍点。你看到它模糊跟障碍点，突破这个模糊跟障碍点，不要期许永远不模糊跟没有障碍。因为所有的现况不断不断的现前跟涌现的时候，你有能力去处理它。那你对宇宙人生的道理都看得很明白，像这个点，它就是永远安住在这种清净的定境当中，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基础上要达到的。那你如果说对于未来的这个期许太高的时候，它的意识会产生幻觉，这个就是魔境的一种，这样了解，它就是魔境的一种。因为魔境是由意识未来心变现的。魔境你如果说由过去来变现是不可能，魔境是未来心变现的。过魔关就是你有很多你的超高理想，你有善心的魔，那你很容易就会变成傀儡或是管道，这是未来心才会产生魔。解释啊，这样子。好，那这个上面照见五蕴皆空，那现在谈一谈自他的羞耻。我们人相处当中啊，千百万里面大概我们都是有五蕴的人来讲，双方是不是都有五蕴？那修行人呢，你一定会先看到自己的五蕴升起，还是看到对方的五蕴升起，那就是修行的稳定度啦。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五蕴当中的人，你要知道你的五蕴在跟别人的五蕴，其实常常就是五蕴跟五蕴打架而已嘛。哪有什么好特别，他比较对或你比较对。你都已经用五蕴在跟别人的五蕴再对打，一样两个都空不了。所以我们修行，如果自己是在五蕴状态的人，你就先尊重别人的五蕴，但不要转嫁，不要转嫁他的五蕴加上自己的五蕴成为一个极大的波动，这样子你就失去了，你就更模糊了。不是说失去什么，你就会非常的模糊。那别人的五蕴如果对照过来，其实是自己的色蕴而已。别的人的五蕴其实是自己的色蕴，那这色蕴我们都知道缘起缘灭，缘起性空，所以你不要对应而成受想行识，这样知道意思？别人的五蕴是不是你的色蕴？是啊。那我们如果修行能够
自己没有情绪的波动，而可以非常的冷静，而去看到对方有五蕴，但你不随他这个五蕴而波动，这个时候基本上要持守戒律。你持守戒律就是生口意，行实善，不冲突，以理性来安住自己，基础上你的五蕴不要跟他有纠葛，以理性来安住自己，可反应实相的道理，那么你就反应，不能说明白的时候就闭嘴，就闭嘴。人很多时候就在那个一句话里面去狡辩，结果扬起了无端的是非。那不能说明白的时候，内心要具足惭愧与回向，也就是你这个时候要修那个无生法忍。那因缘成熟的时候才可能圆满，就因缘成熟的时候，你这实相之理才能说出来，但记得不是狡辩。很多人就说啊，你听不啊，实在我要跟你讲道理啊，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你也不是秀才了，那个不一定是实相之理。如果是实相之理的话，应该是他在这上面应该是可以渗透的，但是对方啊，我们现在在讲自他哈，对方如果他在一种波动中，而且双方啊，尤其你本身已经在他的眼里跟心里，他已经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抗拒，他在排斥你的时候，你再怎么解释，再怎么说都没有用。别傻了，别有太高的幻想。那个只有谁才有用，你知道吗？那只有老禅师啊，那个 Kenoki， 一乖，还才有用。一般是无可能安尼做的。所以以我们这种这种强调与平等的世界来讲，当对方已经把你定为他抗争的对象，你已经高高的站在那里，在他的心里你是恶魔，你不要解释。你不需要解释，未必有助于当时。只有你自己静下来，然后改换一个态度，叫诚心诚意的配合。这个不是阿谀奉承，诚心诚意配合应该做的事，内心不跟他对。内心不跟他对，然后你该做的那个部分还是一样，持守戒律，行实善，然后不对立的去把它做完，这是在处理。那如果我们在看这个所有一切是行进中的因缘，因为你可能是在人世间的走动都是它的关系法嘛，有它工作的内容。如果是因缘，就不要结构有后面还要再处理的恶果。那如果是果报，只因圆满，一切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是因缘，意思是说是在结构中。比如啊，我们一起同事啊，现在大家是上班族，一起同事，这是一个企划案，然后一起同事在行进间，就不要结构了，那种恶，就是交恶。那如果是果报，这个人对你的过去的一些行为啊等等啊，有一些不甚认同的地方，然后你自食其果，这个已经是某一种你过去的习性所产生人家对于你的看法，那你现在痛改前非，人家还没有办法翻掉他的过去心，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果报，你就应该要圆满，一切没什么可说，不要再扬起无蕴，也不要有任何的是与非的想法。因为实相其实它是没有这些这多余的语言文字这样子知道怎么处理。那这里面有几个点跟同学提息一下，就是修行人不要强调自己的五蕴，
如果你一再强调自己的五蕴，呈现出来的就是是非相状，而且非常可能都是自是他非。哦，我那天好生气哦！啊，那说到那个人呢、啊，你不跟他气一气也不行哎，他太嚣张了。啊，有的人会强调你在某一种状态之下，那这种好像是自己有相当有的能力去遏制别人啊，以暴制暴，其实这不尽然是对你。好，修行人不用这种方式，所以修行人不要强调自己的五蕴。有的人说，啊、哦。你知道枫叶有多红，谁不会看到枫叶的红，就是你多加了情感而已嘛，那个色彩那红几度，拿那个色块来比也不过就是红。哦，那林黛玉他邀你成为贾宝玉，是不是？就修行人不要去强调那个官能的东西。很多人很爱强调那个官能的东西啊，我鼻子有多灵，你知道多远我就闻得到，那你下辈子当狗好了是吧？那你要我嘴巴有多灵啊，这个东西多好吃，它加了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它加了什么东西绝对错不了。那干嘛修行就是要淡化，它就是要淡化到这个所有一切平等平静，并不是要强调自己的那个官能的东西。那你说哦，你知道我现在哦，那个他如果想什么我就马上知道，你是在展现他心通吗？其实要描述的不过是你的敏感而已，敏感敏锐而已，我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对不对？那你说那以后都不能讲了，不是啦，是跟你一起讲，你同参道友，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拿出来讨论你的点，这是可以的。那拿来强调于你的超高的这个机能跟超高的敏感度，那个是是非相，对不对？那修行还没过关呢，但修行也不是木头人就变成茶陶王啊、也不是这样啊、好，那再来就是说也莫描述别人的五蕴，因为你在描述的时候就是非是了。固然我们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会用比对组给同学听嘛，比如说啊，张三他什么语言，李四怎么语言，另外一个比对组如果是这样子状态，张三什么语言，李四什么语言，他一定是一个杂染相跟一个清净相，让同学做比对，这个是举例。也就是佛所说的说众生没有办法了解实相，所以他都是用例子来说明。但如果说我们在生活里面一直描述别人的五蕴，那你真的是是非的是非的描述，这些是非事，这些对于所有一切都是会产生伤害。再来讲到第三个重点，修行人不要撩拨，记得不要撩拨，用自己的五蕴拨动他人的五蕴，然后希望他跟你附和，彼此呼应成偏党，那就是麻吉，就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的想法，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唾弃我所唾弃的对象跟唾弃的内容，其实这个是在切割分离世界。修行人他就是要在所有一切里面看到他的意，那意就是差异相，但也看到他理的部分，清净的理体。那众生有时间空间的这不一样的需要去完成到开发，修行是一定有开发的路线，所以你在开发的路线千万不要波动他人的五蕴成偏党。那这种撩拨的行为是很糟糕的。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非属实自我意识啊，这种自我产生的一些妄想杂念，拿这个产生的妄想杂念频频去抨击打击别人，或是诉说的自己的委屈，其实这些都是我执啊，这都是我执。好，那接下来再讲到自他的五蕴状态之下，你要有定的功夫，就我现在
有某一种情绪，如果自己有某一种情绪，当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在这个情绪之下去处理别人的事情。这个是很多母亲需要修的点，也很多属下或是很多老板需要修的点。也就是说，你如果有某一种委屈在心里，那别人呢又有一个事情发生，或者说你需要去从事某一些的作物，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在你委屈的这种情怀之下加诸了你更大的委屈，那这个上面其实都是错的，这种就是一种负面的走向。那我们修行人就是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遭遇或委屈，在现前的所有一切的时候，要把这个要遗忘，你要丢掉自己现在的这种想法跟感觉，你一定要用定的功夫，这是两码子事。这西方人做的比较好，我们中国人情绪比较满，西方人他们会对事，对这个事情，比如我家里遭受到了什么样的冲突难过，可是我到办公室来我就要进入到办公室的这个作业里面，所以他不会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样知道。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五蕴的躁动的东西，你要面对外界，不要用自己这个事这个东西去播撒了，去混淆外界，所以呢，这样才能够有定的功夫看一切外相，以空的智慧来处理一切现前的一切。所以这个要练习到用根不用事。那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会夹带牵着过去的那个情绪的尾巴，然后扫红台位，哇，很多人他就这样，他就是会情绪乱的把一个地方就搞得很乱啊，自己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就这个环境里面只要有一点点违他的意，他就会强调他的不舒服，可能还会把他自己不舒服的原因隐灭了，不认真的去承认他，而把这个环境呈现出来的东西加以非常强调他的恶劣而伤害他。其实这些都是对自己跟对所有一切不好的。好，再来讲到修行人不要落入知见的陷阱。这个知见的陷阱啊，是会让你在这个定义上面啊，我们是色受想行是后四知是心法嘛，色法是前面的色。那我们会有知见的陷阱，也就是对于什么差不多的形态的事情或者是人物或是他过去的你对他的记忆，这上面会有既定的，你会有原始既定的感受，但是那个感受修行人就是要把那个感受丢掉。如果说你一直定的对他的解释的这个知见，天下没有一个你看得中意的人，连你自己，你是在别人的评估中的某一个叉叉，那你心中都会看到别人的叉叉。那如果说好，你现在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或是你认为他相当的优秀你憧憬的对象，那你用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这个人，那之后呢，你在很多自己的想法里面就没有办法真正理性而客观。一样的道理，你对于知见过去既定的那个答案，你一直用啊，戒然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你注意看，有的人就会这样，你注意看他一二三下一个动作就会怎样，如果对了就拍手叫好，你看啊，如果错了说今回那不准是不是？像这些都是戏言，修行人他不要落这种东西，不要把这种东西拿来玩笑。修行人要谨言慎行，所有的众生
都是会改变的，包括你自己啊。所以你的行为跟你的思想价值观，每天每天，不要说每分每秒啦，如果你有在参学的话，你不断在改造呢，别人难道没有这个机会吗？所以佛法的知见也好，对众生的这种定义也好，不要马就是卡在那个陷阱里面啊，就是讲到习性，但是如果你有这种习气啊，就是知见的习气，那是很不好，要能修啊，回去可以做一个统计表，那自己今天有什么习气在犯啊，如果看得懂自己的习气，你一定会成佛的。我这样说虽然跳场跳得很快，可是真的是这样，你都看得懂自己的习气，你一定会成佛的，你会去改变自己。好，那如果佛法的知见呢，不要用佛法的知见打人，因为那知见是你的，不是佛陀的。你虽然说佛法的知见，好像佛这是你给我的知见，佛说他没有说，他是转，要转你的污秽，所以这个上面佛法的知见不是用来对打跟打人的，所以哪来修的。另外呢，就是在凡夫的生活中，莫对他人的知见即刻起批判，很有可能是他一时的迷糊跟牢骚而已。不要对于别人的知见马上批判，因为那个批判是自己的一种这种观点而已，这是自己的观点。那最后在每个人生命的现场里面，要跟同学在提息的一个点，就是修行有过程，任谁都一样，在意太多就牵绊太多，你在意自己太多，你就会牵绊太多，你在意别人太多，你的牵绊也就会在他身上放不掉。所以我们应该把握的是清净，而不是在意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那我们在检核自己的时候会发现有过程，是吧？这些过程是会发生的，不要想要泯除这个过程，你不可能泯除这个过程，别人也就是会有这个过程。那这个整个开发的过程都是点点滴滴啊，还是值得的。那不要走回头路就好了，就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下一段，也就是所谓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的果，叫度一切苦厄。度就是度脱的意思，一切就是总说了，概括之词，就是世间的痛苦跟灾难的这些，其实好多好多啊。那以一切两个字来概括说明，那这个苦是苦恼，会逼迫身心，所以这个苦啊，是身跟心都感受到那种压力。那这在第一轮我们有讲到，其实有些时候不一定身上面的感受，心里不一定是苦啦。那有的人其实各方面物质啊身体状态都不错，可是就心里觉得很苦恼。这在现代比较常见的就是对于自己的不满，对于自己的不满反映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就是对于所有一切都不满。其实他可能经济也 OK 的，身体的状态也还好，也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可是就是不满意。知道问题在哪里吗？那种就是修行人。如果你会对所有一切都满意，你可能就是享乐在其中。所以有一种人，你会发现他什么都好，可是他就不满意。他不是单挑一个人不满意，
它是全面性的，就觉得它好像有什么东西摸不着边，那种就是他的觉性在发生一个强大的关照的能力，他会看到所有一切不真实，所以他没有稳定。那这种并不是一个很差劲的讯息，但很多人会责备，很多人会责备你怎么这么不知足啊？比上不足，比下是绰绰有余。你工作也挺好，大家都对你挺好的，那你什么什么都很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呢？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他自己不是得毕竟解脱。有没有看过这种人？